雷静记。下次带你后面停车位啊。你刚不是有个侧方停车吗？刚才是停车位吗？对啊，有个侧方停车啊。哦，对，你又不测看一下。不会吧，你侧方停车一把倒不进去啊，好丢人哦，开着直播。哎，为什么啊，你侧方居然停不进去。安全第一。不是不是，因为他平时侧方停的会比较少。对啊。哇，这个雷达拼命在叫。不好停啊，这车都会倒到啊。哎，那你就我这个车太长了呀，这都我帮你停。不是，你帮我停是不好停，停不了，停不进去。那你就绕一圈，我买完直接上车走怎么样？这个停不进去啊，这个车。不是啊，那个怎么可能停不进去啊？真停不进去，哥。那个侧方我经常停的。不，这个车太大了呀，停不进去。啊，好丢人，开着直播。这车太长了。啊，好丢人，好丢人。啊，真的车头太长了，停不进去。要么你绕一圈呗，你绕一圈，然后买完直接走。我骗你干嘛呢？不是，啊，那个不是，你看前面那个车，它停在后面了。哦，确实，前面那个你看，我都说了呀。前面那个车停的那个。他屁股停出来了，对啊，他屁股出来了。就停这边吗？就右边吗？这边。对对对。他屁股出来，停不进去，哥。行吧，行吧，行吧。等一下，我要倒一下这。不是，你要往前。哦。你就往前，就他们家门口可以停，因为反正就买完就走了，可以停。没有，因为看直播人太多了，所以他有压力，他停侧方他会有点压力。哇靠，我这个轮毂还差几厘米他就能，我说我这个轮毂还差几厘米你就能压到了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不会啊，这个轮毂已经是贴了这个瓷砖了。有素质啊。哇，被你搞了，我这个轮毂前段时间才换的。